好，我们来到这个惠斯勒哈，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的惠斯勒，然后他的脚踏车哦，他会把脚踏车送上去哦，还有人会坐上去，然后坐上去以后才从那边可以骑下来，他有那个回旋啊、回转啊，很多技巧，还有可以直接下来的哈，然后那个大家都在那边排队哈，那可以让他们享受脚踏车这个越野的这个乐趣，运动的乐趣，而且很多的刺激哦，满足这个各种年龄层的对运动刺激的这个喜好哦，他们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快乐哈、哦。那个各种年龄层的人哈、哦，还有很多上班族或很多是年纪应该甚至不小的人哦，不是只有年轻人喜欢而已，小朋友喜欢，中年人也喜欢，青少年也喜欢哦，他们在排队。很值得，如果我们国内也有这种场地，很值得开发这种运动娱乐刺激，还有这个很多技巧的这个场地、哦、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惠斯勒小镇、哦、实在很值得参观的地方，很好玩，下次可以来骑脚踏车，赞。